嗨，Hello， 大家好，我是谢维宏。今天这个礼拜六，我想要来换一下这把吉他，大姚做旧式的大姚做的吉他。现在的风气怎么样，我是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有没有在弹电吉他，或者是在玩这种大姚做。这种大姚做的特色就是它有一个上旋针锁定，然后这个锁定之后呢，它可以比较就是。做大幅度的颤音，那因为这把吉他我很久没有弹了啦，就是我大部分都弹别把吉他，那今天就久违的来把这把吉他做整理，当然也是因为最近要使用，在影片拍摄之前我特别把桌子给清空了，我先铺上这块布，这个布其实是写书法用的垫布，它只是防止我的吉他刮伤这个桌子而已。然后呢，我要先拿出我需要的工具。这边是我等一下大概会使用的工具。每次在要换这一把吉他之前，我都会在想说，一直找不到六角锁，就是这个。要开那个吉他的六角锁，所以呢，我找到了它，那也把它放在这边。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来使用。不过最重要的是，我还是先把吉他放上去。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在换这把吉他的弦之前，我必须要先准备它的这个摇座，大摇座的摇杆，然后我一定要把它装上去。要确实的把它锁进去，以免等一下我在把它撑起来的时候，摇座这里裂开。我以前曾经因为这样把自己的吉他弄坏过，一定要确实的锁进去，也不一定要锁到底啊，到这个程度差不多。这种大摇座它可以这样大幅度的摇晃，这里就会有一个缝隙，你就要去把它撑起来之后去把这里卡住，这样你的张力才可以不用重新调整。于是我准备了很多这种不需要用到的废纸，然后呢我把它叠起来折起来，我觉得大概这么厚差不多吧，卡进去让它不至于掉下来。因为我都有用五根弹簧，所以它比较那个比较难拉。好，你看它现在整个弦都松掉了，我不用刻意去松弦。那我现在当然跟一般的换弦一样，我要去把这个弦整个松掉。现在就跟一般的换弦工作一样，我要先把这个整个弦松掉。但是这种反头的琴，因为年纪大了，我会忘记它这个弦在卷上往上。卷紧的时候要卷哪边，所以呢，我必须要先拍照，以免到时候我忘记它卷哪边。先拍个照存证，我先把它照片拍起来，等下我忘记的时候就可以看。那我现在就要开始哦，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先松弦。以下这一切为了避免太无聊，我会快转。这个上旋针锁定我从来没有锁紧过，因为方便调音。我其实很少在用底下的微调，我大部分都直接把它调准。现在来做松弦，这角度实在不难拍。大摇座的换弦方法其实跟一般的，如果撇开它摇座的张力的问题的话，它其实换弦跟一般的吉他换弦方法没有差太多。那网络上有些人他会认为说，他希望能够快速的换完，十分钟之内换完，二十分钟之内换完。对我而言，我觉得换弦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在换弦的时候。把你很久没有清理的这个吉他做个小小的清理。
一些零件的部分，你可以趁这个时候去检视它有没有松脱、坏掉，或者是一些，或者是出一些问题。像这个，我这个就有点松脱了，我可以趁这个时候把它处理。但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乐器行工作，所以我手边的工具其实都有点简陋。在我的频道里面，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们就算没有工具，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小小的没有工具的替代方案。我们不能说因为手边没有工具就什么都不去做。像我这样找了好几个都没办法使用，那怎么办呢？我找一个比较接近它大小的，然后呢去卡住，把它转动转紧，还是或多或少可以去转紧的。我们也不需要说去把它转到特别的紧到什么程度，就是不要让它松脱就好了，不要让它有松脱的状况就可以了。有些人他常会把手边没有工具当成一个借口，然后就什么都不做。这件事情在我身上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即使我手边没有可以完成这件事情的工具，我还是有很多替代的方案可以去完成它。就像做音乐一样，有些人他可能买不起录音软体或买不起电脑，然后呢他就每天都在想，我一定要做一个，我一定要做自己的创作，我一定要去做出多厉害多厉害的东西。可是他永远都是有借口，然后就停滞不前，然后呢每天在那边批评别人做的作品很烂，是垃圾。我觉得这种人大概就只会出一张嘴而已吧。这把吉他已经很旧了，我高中的时候就买了，期间还经历过我很多次的大改造，还有琴头断裂，这些事情我都经历过。这个配件其实已经很旧了，可是因为我很念旧，所以它还可以用，我就不想换新的。当年在买这把吉他的时候，它这个配件其实也算是非常高级的，现在已经经过岁月的摧残，全部都锈迹斑斑。不过我还是很喜欢，所以这个旋钮是原本它在上面的配件，从来没有换过的。接下来把画面换个角度，需要把它上面的灰尘先全部擦干净。不过在擦干净之前，我要先把这个弦拆下来。这种旧式的摇座，它就是用这个地方去卡住的，所以用六角锁把它掰开，把旧的弦拆下来。记得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小扣子，这个千万不要弄丢，弄丢会很麻烦。虽然说去乐器行里面问，或许还可以找到零件，但是也只是或许而已，因为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弹琴的风气还有没有弹这么旧的类型的电吉他。现在的电吉他的大摇座应该已经很少使用这种扣上去的这种方式了吧？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很久没有买大摇座的吉他了，应该说我很久没有买吉他了。拆下来的弦不要乱丢，把它卷起来。这个算是铁类的，就是铁丝类的，所以你就算不把它丢垃圾桶，你要把它放在资源回收桶里面，但是记得要把它包好，不要让人家因为拿这个而插到手受伤。我又准备了一支这干的油漆刷，它可以把上面的灰尘给刷掉，刷干净。因为你再怎么说弦也不是常拆下来，所以把平常一些不太可能关照到的地方，就是不太可能会去一些死角，都趁这个时候把它刷干净，把上面的灰尘给刷干净。当然也把它反过来，琴的背面也是刷干净。整体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那现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清洁时间。我的顺序是这样，我会先用柠檬油全部上过之后，用牙刷刷过。这个柠檬油的作用是为了清除它一些卡在里面的灰尘。有些人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台湾的天气
比较湿润，所以不需要上柠檬油或紫板油。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我就是喜欢上柠檬油，也喜欢上紫板油。接下来我会用这个所谓的紫板油，用过那么多牌子，我还是觉得当 loop 的最厉害。这一段会快转，所以不知道这一句话会不会被收录进去。这个时候可以上蜡。这不是杀虫剂哦，这是家具的蜡。上蜡的目的就是让整个琴看起来比较光亮，让你在弹它的时候心情更好，摸起来也更舒服。因为这种木头蜡它本身就可以拿来用使用在乐器上面，所以我觉得很方便。自己的乐器喷多一点没有关系，无伤大雅。只是记得在上蜡之前，你一定要把上面的灰尘给清理干净，才不会导致你在上蜡之后上面的灰尘去刮伤你的琴。虽然像我这种老琴已经不在意它有没有被刮伤了，对于爱惜吉他的玩家们，我还是这样子提醒。我这边是有补，又用软木塞去把它原本这一块补住，其实目的也没什么，就是为了不要让它看起来那么丑。因为我改过这个拾音器，本来是单双，把它改成双双两颗，然后线路改成只有一个音量流，更接近我自己平常弹奏的习惯。那像这边怎么办？这边等一下我上完弦之后再处理。我基本先把等一下弦会覆盖到的地方怎么做擦拭。那接下来我一样会快转。接下来重头戏就是要上弦了。我准备了我平常惯用的 Blue Steel 10-46的电吉他弦。这种它不需要有后面的这个卡的头，卡榫的头，所以呢，我把弦拿出来，为了避免搞错，它把弦分成了粗的跟细的，粗的呢蓝色、黑色、蓝色，所以呢，我先把弦打开，我可以发现这条就是最粗的，那我就先换个角度，我就这样反过来。先穿进去，六条都先处理好，接下来是换这三条。这三条它标示黑色比较粗的是第三弦，所以我一样拆开。从黑色里面看，这条比较细，这条比较粗，所以这是第三弦。穿好之后，先用手检查一下它的粗细，大概确认一下就好。因为你都已经穿进去了，所以如果有错的话再去修改。OK。那我们把镜头移回来，这种很麻烦。我现在先做个示范，你比较粗的三条弦，你可能需要把它没有包膜的地方剪掉。像这一条最粗的，我们会发现这边有一个落差，就是它包膜只包到这边。那你在卡榫的时候，你卡在这边，那你要卷紧的话，你在弹奏的这边就会变得比较细。所以我们先从这边把它剪断，拿出了很久没有使用的斜口钳，从这边剪断。剪断之后，我把它卡进去。你必须要确认的时候，它要插到底部。它这种很麻烦，就是你常常会卡的有点怪怪的，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松开，这样你这样才可以自由进出。这样好，确定它卡到底部之后，你可以把它锁紧。锁紧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都很怕螺丝发芽这种事情，或者是这个东西被卡断、卡坏这种事情。所以说大概锁紧到一个程度，到什么程度呢？锁紧到你可以这样把它拉起来，吉他不会掉下来的程度。接下来你要确认你后面的弦不会打结的状况之下，把你的第五弦拿出来，然后做一样的事情。你会发现这里包膜它只有包到这里，所以我要从这里把它剪开，一样我要把它锁进去，所以我一定要把这边先撑开，松开，把它插到底之后转紧，要紧到什么程度？紧到你这样
拉着可以把吉他提起来的程度。我们拿出第四弦，第四弦一样，它也是有包膜，所以我们一样从这里把它剪开。接下来你在把弦卷紧的过程之中，你一定要留意你的弦有没有互相打结，因为打结就很麻烦。接下来我要把弦卷紧，所以接下来的画面会快转。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把这个摇座给放下来，可是在这之前我要先把它的微调都松回原本的。其实我觉得好像都差不多了，不过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在使用这个微调的东西，所以我想说把它转松。以前会觉得大摇座很方便是因为它有这个微调，现在觉得还好。好，我这样慢慢的去把它放松放开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摇座不会再翘起来。当然你要避免它拉力突然间这样，你必须要折一下，免得它弹起来。慢慢的放回去，让它浮下去，让它沉下去。OK， 那现在我就要来做调音的动作。好，那我现在要来做调音。我这样从侧面看，它的这个摇座是没有浮起来的，是很平整的，其实差不多啦。正常来讲，如果说这种大摇座换完琴弦之后，它摇座会，如果你没有像我刚刚那样做，它摇座会整个浮起来。可是像我这样子，我刚刚已经有做一个把它特别拉紧的动作，它摇座就没有浮起来，也没有掉下去。那我把音调准之后，就知道它的摇座的这个有没有符合我心里想的。即使把音调准了，还是每次弹奏之前都要先调整，因为大摇座的琴在刚开始换完弦的时候一定会大幅度的走音，所以每次换完琴弦，每次在弹之前一定都要再确认一次自己的音有没有准确。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把接下来这个整把琴就是做清理了，那这个时候这上面这个摇杆就可以把它拿下来了。不过其实我这个摇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拿下来的话，它会连这个上面这个一起拿下来，就造成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洞。所以我每次拿下来之后，我就一定要再找一个东西来把它卡住，然后拿下来，像这样的东西。然后可能这太大了，以前是用那个老虎钳啦，现在可能就用斜口钳夹着，可是真麻烦。好不容易搞定了之后，我把它都转出来。这问题其实已经存在好几年了啦，我也懒得去处理这个相关的问题。反正我就是这样把它再卡进去，平常也没什么在玩摇座，所以这种问题采取的都是放任态度。哪天有空去乐器行再借人家的老虎钳把它转紧吧。那我还是要再把音调整一次。其实现在它张力已经开始慢慢的平稳了，那前面多出来这个虚怎么办？一般的乐器行它会用所谓的斜口钳把它剪掉，但是我自己我会选择用折的，像这样折个几下它就会断掉了。之所以用折，就是因为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就是放到琴袋里面的话，它比较不会就是卡卡的这样。那如果说像这样子，这样掉下来，哦，像刚刚那样子扯一小段撕起来的话，我还是会稍微剪一下。不过最基本就是用折的，
粗的比较好折，那细的呢也是可以折啦，只是要折比较久，比较困难而已。有些人他还是会选择直接把它剪掉，可是我就是用折的，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我斜口钳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了，因为我都用折的，所以我的斜口钳就是生锈了，然后我也懒得去买新的。然后大家会以为我好像很少在换弦，其实不是，就是因为我都用折的。最细的这一条可能比较难折，但是还是可以一样折，把它折断。好，折完之后再做一次调音。那调完音之后我要做什么呢？当然出动我们史上最厉害的发明——臂力珠，来把琴把琴擦干净。那在那之前呢，我还是要先用这个刷子来把我刚刚没有处理到的部分刷干净。那这里我就不多做拍摄了。OK， 整把琴整理完了，是不是感觉跟新的一样呢？我自己的个人习惯就是在后面我有用五根弹簧，我比较没什么在玩大摇做的东西。最后我再把这个上旋枕锁定锁上去，这个上旋枕锁定我是没有再把它锁紧的。你这个不用锁紧，就是你用手指头就可以把它转开的这种程度，这样你要调音就可以调。当你把一些处理好之后，记得你要把你的工具收好，以免下次你要换弦的时候找不到工具。就像我每次在换弦的时候，我都找不到这些工具，然后就会拖很久。最后记得把你换下来的弦好好的包起来，不要害别人被插到受伤。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伟宏。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11:36，我现在要来测试刚刚我换的那一把吉他的弦，所以我要开音响来试，要稍微小声一点，因为现在很晚了。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伟宏。今天这部影片是为大家带来，就是刚刚那一支已经很旧款式的大摇座的电吉他。因为我看过其他比较新式的大摇座的电吉他，他们的换弦其实比较方便。那像我那种时代的眼泪，但要换弦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特别为大家带来这个大摇座的换弦的教学。那当然呢，我不会很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说，你换弦只是把弦拆下来装上去，或者是说你换弦有一些步骤啊什么一定要遵守。但是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说，这看起来很复杂的旧款式的大摇座的换弦，事实上它并没有各位想象中的那么困难。那过程之中我会有许多的快转的片段，最后我不知道会不会上字幕，反正我尽量精简，让影片可以缩短在大概15分钟之内吧。谢谢大家。那今天晚上非常高兴为大家讲解这个大摇座的换弦的过程还有方法。那时间也非常晚了，虽然剪完影片之后我发现它其实没有办法浓缩在15分钟之内，但是希望大家看完这部影片会有非常多的收获。谢谢大家，我是谢伟宏，大家晚安，拜拜喽。